厅其实还 OK 啦。哦，我女儿真是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615 BB BB， 扣扣扣，叮咚叮咚。哦，小心，叮咚叮咚，有人吗？没有人。哇，鸡棒准备好澡盆了耶！它虽然没有很大间，可是还 OK 啦。我们的房间，哦，这边还有帮我们装好床围了，宝宝。吹风机，对呀。看完了所有的房间了，开始玩吹风机。这是我们的家庭四人房，然后一个简单的卫浴，这边有一个浴缸可以泡澡，这边是一些备品吧，这是什么？也是备品。来冲一冲澡，等一下去吃饭。我们来 B1 找我们家狗狗了，因为它这里 B1 可以有宠物室，我觉得这一点很贴心耶。小 P， 我们来了，护士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小 P 的位置在里面，我们等一下进去看。好，你的位置在哪里呀？它的位置在这里，红色点点的位置。小 P， 他不想进去是吗？小 P， 赶快喝水，随吃东西咯。我们再来找你哈，乖乖。小 P 乖乖哦。拜拜，要乖乖哦，拜拜。我们要回去洗澡了，好可怜哦。其实它地下室的车位很少，车位不多，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停户外，这点比较麻烦。可是如果停比较远的停车场的话，它有那个接驳车。超刺激的一个滑梯，好高哦！波波这么小，他可能要有人陪。这小小孩可能就是玩这边，有故事书，还有一些小玩具。哇，如果不从溜滑梯下来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很高的吊绳，天哪，超刺激的！你快离开！春姐，你太高了。波波。小小孩区啊，还有大大的溜滑梯，哇！哇，你看这小小孩区的溜滑梯耶，你看，厨房，波波看到厨房要疯狂了。回去咯，快点走。
你跟爸爸长好像哦。哇哇！这里实在是太好玩了。这个呢？这个这个呢？爸爸，他最近刚好在学跳，他穿错衣服了，应该穿裤子才对。哥哥拍吗？嗨！给老板走，走走走，站好，给老板，快点！天哪，他双臂已经很开，快点给老板！哈哈，好可爱！刚刚看，真的好呀！你这个样子，绝对，你要是表现这样的话，你会被投诉。小心哦，两位。